Unless you use the door. Yeah, the door is still in the hall. Yeah, you have to that. This one you have to that. But it's the other one. I'm going to get in here. 然后如果你是搬过来的，搬过来的，关闭的时候，然后放上反应一下，然后再开。那一般就是院子的呀，然后呀，对，平养的，对，你都可以。一定要是好的，或者是。 入户门也可以，就入户门不是他的，对吧？他也是可以的。庭院后看窗，你做个十米长，他也可以。有那么多，可能说比较小，限制。这一定要做的大。那这边也是，像这种门的话。去的，像他们。